郑凯失踪，啊，大人大正啊，无代无志，谁怎会失踪？今日暗时，我跟阮爸约好要做伙食饭，结果时间到，伊拢无出现，卡也手机也嘛卡袂通，我感觉足奇怪，所以我就开伊手机定位，发现伊伫海边啊，我用手机烦恼，我就就过去啊。 结果到现场是一间小吃店，发生气爆。你伫咧遮讲遮有话无？是要创啥？恁爸失踪，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恁若是真正烦恼恁爸，你会当去报警啊？你早起食找我麻烦是要创啥？因为我伫咧气爆现。 这个吊饰，哎呀，迄个物件哪会伫我伊领手头？无知影，我完全无注意到这个物件无去啊！依林，这个吊饰跟我什么故事啊？啊，若无你来摕这个吊饰来找阮姐黄姐夫的行踪，拜托嘞，伫海边啊捡到物件是足正常的代志啊！ 黄依林，根本就是在集体发挥啊！吴莹莹，你来足奇怪哈、啊，即马是恁爸失踪嘞，你唔着应该足紧张的，四个敲电话联络接到，是安怎呢？无要无紧，袂输的呢？你唔是恁爸的查囝吼？阿姨，你奶奶讲话啊？阮爸平常时这么疼我。 我都有可能无要无紧啊，我无甲汪依莲话藏伫咧心上，迄是因为我今日才去阮爸办公室陪开讲，啊伊看起来拢好好啊，也无啥物代志啊。这个吊饰是我陪阮爸钓鱼仔看到的，伊讲是要送互你。这是恁爸要送我吗？对啊。 迄时阵我阁笑伊，是安怎送这么普通物件互你？伊讲，恁伫咧结婚之前，你送伊一座吊具，伊想讲要回礼，就送你一个佚佗物啊。希望你会当甲对伊的感情放下。后来阮妈出代志，伊就袂去送出手啊。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吊饰，敢有值得留遮尼久啊？实在有够好笑。 你敢有看清楚，这顶面刻什么字啊？Happy Life， 伊就是希望你的人生就算无伊，也会当过得真快乐。这是伊对你的祝福嘞。所以嘞，所以伫婚姻当中，伊就对我恁当答案拢放我一个人。这敢算祝福？这毋是祝福。 这根本就是一个笑场，迄嘛是因为你唔肯帮手造成的啊！伊今日本来就是要约你讲好清楚，做一个结束，所以才约你见面，这都是证明。神变啊！你莫怪伊林走来找你讨人，你今仔敢真正有甲现代见面？你赶紧给伊林解释清楚，莫让伊黑白相啊！今暗时。 我是甲莹莹去食饭，唔相信，你硬当问莹莹啊？对啊，我讲嘛伫咧饭店食饭，嘛贵啊，拢无接到爸的电话啊。你根本就是咧讲白贼，安抚恁妈，因为恁妈是共犯。我依你，你会当误会我，对心态有误会，也唔过你袂当误会莹莹。 伊若有可能伤害伊，伤害爸爸。好啊，你若是唔相信哦，嘛不要紧啦。你若不敢写恁爸的名字，那呢我即马就去调查遐监视器，互你看。好啊，来看嘛，行啊。放开！放开！你我甲差不多哦，什么伊拢交代，行踪啊，毛英甲做尽啦。你搁咧无甲伊心大？ 你这根本就是在找伊的麻烦吧？我问你啊，
迄个对你有真心的感情，袂当替你做任何代志的白汉良，伊人呢？哪会无甲你对条条啊？敢是替你去想买，去处理阮爸？金刚！你卖伫遐咧讲话不听！我无辱你，就参像对付金玉阿姨同款，恁两个搁做伙对付阮爸对无？以下一届，搁坚持咧！妈，你叫伊别讲别讲话啦！别好伫遐呢，空嘴无舌，敢侮辱啦！你俩做讲你伫遐遮讲一挂有诶无诶，大家都会相信你啊！你当然有理由害阮爸，因为你心内知知啊，阮爸根本无爱你。伊想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，你唔甘愿，所以你心肝了瘫痪，对伊下毒手。你个狗！你若无做亏心事，就跟我回去母家。若是你这讲话会当说服阮阿公，凭我讲的对不对？还佮伊看见一个人，伊绝对会当跳破你的小鬼仔壳的。妈，若是落伫阿公手头，伊就稳死啊！放手你若够白来，都莫怪我，替你莫来教什么。万世明，你命嘛无好，敢把狗出来！是不是？爸，甲伊林放开啦！这王一林，安怎讲拢讲袂顺车？爸不知安尼。爸。伊林毋是迄款毋知轻重的囡仔，即马几乎无去啊！伊会遐尼紧张，迄落是真正常的啊！这有伤害我这个自信的健康。你即马毋得先摸好清楚，到底几乎的失踪，甲这还佮白汉良有关系无？毋是干那着急要包庇伊？好啊，飞天唔管我讲啥，恁就是唔肯相信，莫归去啊！归去甲我拍后生，才会当证明我的清白。你遐阵讲我会怀疑你吗？那不是因为你之前记录遐尼歹，才拄疏散尔，即马搁误一个搁较大空的，我是要怎相信你啊？好，就真讲我相信你，那你不回风呢？伊无可能嘛，你干哪样相信家破断尔啦？那你即马的问题就是看要安怎做，阮大哥才会相信我，不是把我当作犯人同款，一直在变问我。叫我的承认，安尼就是叫我去死啊！就算讲，你问我一百遍、一千遍，我的答案拢是同款的。我就是无辜的。新敏啊！你真正是唔知死活呢？你看到棺材，这才哭得袂赴啊！英儿，我问你，你英儿真正跟你妈在饭店吃饭，敢真实嘞？是啊，阿妈，你哪会常常在问啊？拄才恁阿公在分析你遐关系，互你妈听的时阵，我看你伫边啊，一直足紧张的，你是不是？爹替你妈安看一下，还是你妈叫你替伊做一挂代志，甚至是替伊制造无在听的证明，你一定要老实讲出来。无啦，我只是感觉讲阿公应该无外公讲的这么恐怖啦，恁外公讲的拢是事实。吴惠宏这个人上该注重伊后生。谁敢夹在伊后生？就算你是伊亲侄母孙，伊同款袂放你走。你一定要老实讲，安尼我甲恁阿公做在聊天，你想办法应对。
莫讲是亲查某孙啊，我根本就毋是母家的人啊。即马阁因为妈去了这种代志，一声好啊啦，一个是对爸不离的秘密，一个是我心事的问题。那是两个做伙表康，我那是心能百倍嘛无够。伊啦，虽然你的个性较冲动，嘛定定去惹一寡麻烦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你本性真善良，你绝对无可能做出伤害恁爸爸的代志。你赶紧把事实讲出来，你放心，阮袂怪你，而且阮想办法保护你安全，吼。阿妈，其实我妈，你莫使弄阮母仔囝的感情啊！你用这种话解啥？你着等于是逼伊做伪证嘛？好啊，既然恁拢无要相信我，那恁有手动作会用的无？我万新民对天就抓，假使讲我真正有对吴信泰安怎，那呢，我就不得好死，我去让你讲卡死，我一世人拢做孤魂野鬼，拢袂当投胎。赵凯宏，吴英做证，甲万新民归案在做伙食饭，你的太太吴英英，敢真正？甲万新民做伙啊！我真正是唔知影，伊因无甲我联络，伊嘛无甲我讲伊要去倒位，因为伊无来找我，我才会当亲身伫办公室处理代志。可算也干那阮这一个人，伊是无多应付起付的人，要唔过那是白汉娘伫爷爷身躯边，安尼也歹讲啊。白汉娘这个人是有训练过，伊的手段是足粗残。卡手嘛足溜咧，进前我敢若无细致挡着阮这路尔，都差时啊要互因致命去。即马阁有几乎知影因两个偷来暗去，一定绝对要机会尔。阮爸一定是互因下毒手啊！你遐尼侪卡手人，毋着赶紧甲因抓起来，问我清楚啊！袂用钱，我袂当即摆就抓起来。这种内心偷外鬼的架势，一摆就够啊！而且我嘛袂当甲万条阮拍死惊的，咱若无，要到尾后一切拢是白了工的。你搁咧嘟嘟啥啦？即摆要救的是阮爸，是你的后生嘞！啊，咪着紧的，争取时间，赶紧救人啊！那你是好啊袂？只是我家己抓来问啦。啊！前个拄则敢毋是讲过啊？因早就已经串通好势啊，顶多是问要正常啦。拢已经关系着母甲大汉后生的性命，阁想要为着趁钱，维持表面上的和谐，阁毋听话面？你是咧甲我大声声啥？这代志我会处理，也毋过毋是安尼处理的啦。等到啥物时阵？等你要处理，已经甲证据处理掉啊！到时阵办掉啊，互你偌济钱？你阁计点点啊？我问你啊，你的后生这条命值偌济钱？敢讲亲情会当讲计少呀？伊呐，唔通对恁阿公无大无细啦。恁阿公也无讲话去问啊，啊，不过咱总袂用个无计划就乌白去做啊。是啦，伊哩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无得卡武当的，伊真正有伊的计划啊！你嘛爱知影，迄个歹人伫要陷害人的进程，拢嘛是有金庙串通的。所以啊，咱若是无布局好势，掠一只就会选一只。咱一定爱先布局好势，安尼毋只会当做一遍，甲因规开掠去。袂用的，我袂用个冲动的，小心无成本。那若无，规盘都害了了。